最近这个鱼超级火哈，叫安康鱼。今天我也来炖一个，看它这个说是在海里边能发光，然后就是小鱼游过来之后，直接进这个大嘴里了。天呐，这个大嘴是不是好吓人？像大怪物一样。看这边，然后这个是它的肝呐、肚呀，都哪去？这是肚，说是营养价值特别高。一会儿下锅，给它炖了。安康鱼，现在特别火的这个鱼，这是鱼干。哎呦我去！烫死我了！然后软骨。